先欢迎我们的巧巧。欢迎巧巧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巧巧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啊，热闹不得了了。对对对，要向你学习年轻人的精神之外呢，你还热爱我们的果农啊。对对，要包水泥用的。对呀。哎呀，哎，我想办法藏这么久，就一出来就被讲，也很环保哎，废物利用。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。大家有些塑胶用品啊，平常拿来之后没用处啊，想出一些用法，真的也很好看哦。下次你就带一点宝特瓶之类的。你还带垃圾桶吗？你整个人遮起来了。毛利龙碗啊，直接罩在这里，有没有啊？烦呢。好了，介绍我们的这，哎呦，东吴大船车。欢迎。好多漂亮的女生哦。石牌国中。但这些真心换绝情，你好像你们是来抗议的，是不是？到行政院还是教育部去抗议的？啊、还流星？什么是我的？你知道吗？以前我那个歌，你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想起我？对啊，现在真的好用心哦。有年轻人现在还会唱这首老歌的吗？会啊，谁会唱？会。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。你好慌张。适合在年华里，只有几句小息的彼此问候，写在牵未来的手，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。还是很多年轻人爱你，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哦，锁喉是不是？没有，还好，也还 OK 啊。谢谢你们。那么这边是哪一个学校啦？树林高中。树林高中。学校是真的在树林吗？校长是泰山嘛啊？树林。那很棒哎，森林国中。森林国中。好了，欢迎大家。欢迎欢迎欢迎啊！好啊，欢迎大家。现在马上来欢迎我们的来宾进场了。第一位漂亮的写真集已经来了，刘真的刘真，欢迎。嗨哟，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算是尺度大突破，尺度超大的。真的看出来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这个节目可以翻那一页吗？可以啊，全科都露在外面那个。没有啊，这个是我的衣服。对，你会不要那些看齐身啊 ？Oh my god！ 还拿他那件衣服哎！你这张照片呢，一定可以得到很多泛绿的群众的支持。是绿的，所以你看，买这个书还送这个阅历啊，对，还送2008那个最新的桌历，然后就是可以让小珍老师陪你一整年。哇，对，所以这个主要是写真集，有写一些你的心情记事。哎呦，你看他有，其实当中很多的那个文字都是我自己写的，因为我就会用，比如说像这个照，这组照片是润吧，那为什么我会用铁链呢？很多人都以为是玩 SN， 其实不是这样，因为润吧它本来发源在中美洲，它就是奴隶跳的舞。就是、说他们手上戴的手铐，脚上戴的脚铐，所以润吧为什么只能用动你的臀部呢？是因为你的手脚都被绑住了。哦、好野，好野性哦。所以就手脚绑住，只动臀部就对了。对，只能动你的臀部，把手跟脚都被固定住，你只能动身体的中段。好来，预备 ，music。为什么是我啊？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像老人在公园里运动啊？你刚才这样起来怪怪的。不是，他其实是 curve。哎呀，他是哪里的？他这歌你可以吗？人家是破烂型的。有了有了有了，真的，我们可以不是中年男子的努力，不错不错，挑战一种海鲜才行，就是肚子太大了，所以往前挺看不出来。这个写真啊，能够大卖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接着下来要介绍史上最大张的唱片《沈倩红》。哦，嗨，倩哥，谢谢。不是大张，你不出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今天想说带了另外一个东西，就竟然还没有比这张专辑还要高。另外一个东西是比厚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今天这一次就是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关于慈善义卖的活动，给一个温暖的便当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看新闻，很多中午就是很多小朋友都没有饭吃，所以我们决定做这个活动，让很多来募款。那你这个唱片未免太大张了嘛？对啊，而且要感谢我师兄何润东，我的干爹帮我拍的。何润东啊，他有来吗？有，在哪里啊？这么巧，巧货！来欢迎 Peter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 ，Peter，
好帅啊！现在内地最红的就他了，好久不见呢、欸。戏剧界超级一哥，好久不见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也是推出了你的 EP 吗？对，这个呢是那你那唱片跟旁边那比起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，因为刚好是我干爹拍的，所以当然要做这么大。他那么年轻，当你的干爹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帅的干爹呀、啊？可以当爷爷了。好啦，那这个 EP 里头的歌曲一共有几首呢？一首叫《我只在乎你》，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慈善的，其实就跟这个结合是朋友。对对对，然后呢是建议售价是十元。十元，对对对，但是呢，可以，其实大家是爱心嘛，所以你可以捐多少都可以。对、嗯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 CD， 一个VCD， 有我自己自导自演的一个 MV，、还有制作花絮。好好、哦，你来，要不要唱一下你的？好好，来唱一下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除了你，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这个歌好听，有没有看到？不过我听到这个有一种淡淡的感伤，就像我有黑哥的电话，我就打过去啊。哎，那真的会感伤，会想他以前那么好。上面就写着哎，柯受良这样。黑哥一直舍不得把它给 delete 掉，对不对？不需要 delete 掉啊，拿过去现在 A 人在用啊。为什么要 delete 掞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瞧不起 A 人的？不是不是，你看不起我们家 A 人的？不是不是，我以为是你讲，我怎么知道他们用同一个号码？哦哦，对不起。不是很感人的吗？这一段我们经常，我们很容易吵架了，都为一点小事啊。对，哎呀，我们小两口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自己讲都有点卡住。好好好，再来是一位超级美女了啊！哎呦，好久不见，许茹芸来喽！哇哦 ，Oh my God！好漂亮哦！你看，岁月不会在她脸上留下，完全没有。那这次的新歌呢，也帮我们唱一下。新歌，好，好，我这是到北极去拍。等一下，真的真的真的去了北极，你有看到冰河在融化吗？他们这个出唱片呢、啊，已经叫了什么？无所不用北极的。奇极啊！哎，也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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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对，无所不用奇迹啊！我怎么觉得你整个人呈现一种快要睡着的感觉？对呀、啊，那讲话有那么催眠作用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我唱歌好了。星星满天空，漫步秘密小路中，想起跟你的时候，不要吓我，轻轻吻着我，像一世经过。想的时间停在这时候，掌声鼓励。哇、哦、我们好空灵，我跟你讲，听他的歌声呢就抚慰了你的心灵，真的很奇怪。他以前听的是日光机场啦，对、哦、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爱泪海啊、对，就觉得、有种快要飘起来的感觉。你们俩刚刚加那两句的意思是就是刚刚加那两句比较像发声。刚刚那个阿咪老师讲的一个笑话，我觉得很棒，我刚才讲给你。好啊。中原，因为他这一生当中第一次，各位，阿咪老师怎么样？第一次讲没有颜色的笑话。哇！哇，好感动。所以你很感动是不是？就有一只鹦鹉，它是练拳击的，很厉害。然后每次都跟人家打架都赢嘛。后来终于有一天呢、它的主人说：“好，这次挑战高难度。”就带来一个老鹰，老鹰，鹦鹉要打老鹰，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那丢到笼子里面啊，啪啪啪啪啪，差不多，好，比赛结束。结果呢？一开门出来，哎呦，哎，鹦鹉又打赢了，哇，结果一走出来，妈嘞，这老鹰还真猛，不脱了衣服跟他打还真打不过。啊，摩托球。什么意思？摸好球？什么意思？脱了衣服，他毛被老鹰啄光了啊！哦，好健康的一个笑话，我再来给新哥掌声鼓励一下，好，好健康，好不在意，我不相